Nugent 于1月2日下午6点发行了第一张单曲 OMG， 他们透过 OMG 唱出了想要接近对方的心情和感受到的微妙的距离感，慎重和尴尬的样子。OMG 是以嘻哈鼓声和打击乐为基础，混合了 trap 节奏的嘻哈 R&B 歌曲。同时公开的 MV 也是以包含一个少女复杂感情的电视剧形式开始的，特别是 Honey 说，刚开始不知道我是谁，这是谁，终于知道了，我曾经是 iPhone， 我为你而存在，只要你叫我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会跑过去，给你看你想看的东西，为你说话，为你唱歌，我现在是什么人已经不重要了，吐露了自己的内心想法。 OMG 的先行公开曲 Ditto 在上个月公开后，在 Melon、Jimmy、Bugs 的最新一周排行榜中占据了一位，在12月31日的 Billboard 排行榜全球200中排名第36位。